会不会是在某个桌上之类的啊？因为我看到这边还蛮多纸条，我都没有看的。啊，这里啊，对啦，哎呦，我忘记看密码记录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重点输入，已连接到内部网络，程序开始自动下载，请在终端输入您的资料位置。好像没有发生什么。 我靠！你不要卡在这里好不好？我晕了！为什么卡在那里？像Kishi，Sky安安。 刚刚这是第19次第一次看台，樱桃哎，什么鬼啊！哦，转回普通模式。 他就卡在那边，然后我就没办法移动啊！不是啊，你卡那个位置太尴尬了吧？还没办法离开哎、欸！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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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 啊，锁住了，弹奏吧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，也许只是也对，只是一个钢琴。那密码会在哪里啊？ 哪里有密码？他在被我撞开。他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我这边呢？一定要给他撞我一下这样。哦，哦，可以找到小女孩了。所以是因为我没有关完全部的那个。 机器人是不是？那些机器人似乎都全部停止活动了，但我还找不到可以进去控制器的方法。啊，您知道怎么用刀子撬开房门吗？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上一把小刀，但我也不会用这东西。我姑且一试吧，实在不行的话就尝试撞门了。我到底刚刚在忙什么？ 所以刚刚就少关一个。我尝试用小刀撬了一下锁，虽然困难，但毕竟是老式的，专注尝试一段时间，听到了锁开打开的声音。嗯，要不是终端里有记录，几乎都忘了自己在干嘛。这一层电，嗯，我记得它是上面这里吧。Open。 哦，总算，我吹的我都起笑啊！这到底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感觉这么奇怪？这是给我们存档的地方。<笑>走吧，我们进来去看看吧。有些讯息。 等一下哦，哎，小。 点点点。
原本以为清晰的眼前，渐渐的出现某种幻觉。我仿佛处在一片深海中，不断有鱼群自身边掠过，在海中，它们就像鸟儿一样轻盈，而我的身躯却像是被水的力量包围和控制，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何方。这些鱼又是什么？他们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，它自动的组成的队伍，在这片海洋中顺着水流向前进。而我因为不知道要去何方，只能焦虑的停在原地。我在等待着什么？哦，得当得当得当，有地震，很强很强很强。点点点，陆离。嗯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哎，陆离不知道已经跑到哪里去了。现在这个地方真是不想回去的记忆。怎么了？现在什么时间了？2047年11月15日吧，系统的时间是不会改变的，和终端上的记录的时间一致。你忘了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？是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是记不住的啊，陆离。我觉得我们嘲笑他不好吧？我不是嘲笑他，只是告诉他事实而已，他一直会忘掉的事实。不管我重复多少次，不管是在哪一天，你都在原地踏步呢。就像走迷宫的老鼠一样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会记得一件事。找陆离。是的，对不起，你离开我逃走就好，都是我不好，不该想出这么糟糕的计划。别说话了，你受伤了，需要赶紧治疗。我不该到军队里还想着同你一起逃跑，或者我不该活下来，让你每天都在重复今天的自责和幻想。你说什么？你明知道无论怎样我都会来找你的。点点点，陆离。到底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多少遍？要怎样才能停止？我应该怎样记住发生过的事情？今天的电影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你呢？好无聊，都看到快睡着了，实在是看了太多遍了。我现在只能记得字幕的内容，再过一段时间就忘掉自己看过的这场电影。我是想趁现在。趁现在，我要抓住些什么？在我忘记之前，我要抓住些什么？让我摆脱那个回忆。你不该一意孤行的。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，用这个就能强制让我记住吗？你这样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你就算记不住我，我也不介意。拜托你不要使用这种方法。不想再去改变我的记忆吗？不知道，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见面，却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希望你看着现在的我，而不是看着过去的回忆。也不要随时随地满世界的找我，因为我就在这里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去碰它了。你要寄到终端里面，不然我才不会相信你。当然会的。记录时，点点点，这个陌生的我真是搞不懂了。哈啊，又回到原来了。我靠，要回到几次啊？陆离终于回来了，他给我引荐一个叫余晖的人。科学家。终于接受手术的对象，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去记忆。余晖向我解释，因为大脑和机器连接，必然会导致部分脑组织受损。在那个机器装置被移走之后，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这么说，我的大脑被连接的那个装置，正是被陆离带走之后。难怪那件事成了我最后的记忆，而在中间，我大概在为军队服役吧。作为一个完美的杀人机器，怪不得你那么强。这心理游戏玩起好累。怎么了？已经到晚上，走去睡吧。今天一整天都发生了什么？我稍微走开一下，然后你就好像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。我看不下去，只好这样跟着你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请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。满满的抚慰，你知道吗？人的大脑和身体记忆实际上是不同的区域。虽然你已经记不住我，但你的身体能记住。哇，充满着性暗示啊！我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还宽衣解带啊！我靠！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就是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所找到的方法。所以我们拥抱在一起，交流着彼此关于彼此的秘密。
我可以接触到曾受过枪伤的部位，也许那位置已经变成人工制造骨骼和内脏。但没关系，只要灵魂没有改变就好。我一直确信这一点。你能拥有的带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的完整的灵魂。你在这里，我很高兴。我也是，我也很高兴。也许不只是高兴，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不想再闭上眼睛。而当我下次张开眼睛时，你还我会在哪里？虽然那时候就是因为强制死了那个机器，导致他不断的一直遗忘、遗忘再遗忘，似乎从我的上方传来谁的低语。尽管别再做噩梦了，亲爱的，我爱你。呜！从房间里醒来那一刻，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把虚无的内心填满，并不感到痛苦，也不觉得迷茫。我在黑暗中看了很久，能看到陆羽的样子让我比较安心。我就这样慢慢的等待着黑夜过去，白昼来临的那一刻。怎么，你醒了吗？嗯。对了，我没事，我知道。哎，你能想起来？没有，我一直坐在这里看着你。那么，大概只有我们三个人做出判断了。来来去去这么多人，正常人类只有这一点，真是太悲伤了。我觉得你也算不上什么正常人类吧。哦，您竟然这么说我，真是太让人悲伤了。没关系，我才不会伤心的想要回去抱着空明哭泣呢。哦，叫什么啦？好了，总之我们表决一下吧。执行，执行，反对。只有我一个反对，你们两个不是号称正常人类吗？原则不是一开始就定好了吗？不管你多想坚持人道主义，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意义。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我们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吗？如果我们不动手，你们是想他的脑子被挖出来，到时候就比现在惨更惨十倍。道理是这样没错，但是能让我动手吗？怎么了？你今天和之前不太一样。我不想再让空明不高兴，他一直是个好人。如果做了一些他自己无法认同的事情，他可能会严重的伤害自己。我只是不希望再发生那种事。如果那孩子真的不能救了吗？所以那孩子真的不能救了吗？如果不行，我想亲自动手。你明白你不行的。我在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我的手上还拿着一把枪，很奇怪，好像知道该如何使用它。那些我想不起来是谁给我用来做什么的。或许中弹里面有我需要的记忆，还来啊？有点工作才行。杀人，杀了人自己也不会记得，也不会引来安全系统的追查，也不会受到伤害。而这有些人因为手术失败的缘故，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唯一的命运就是死亡。必须做这件事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做到。杀吧，杀人啊！来哦，来哦，太狼哦，进哦！来，人在哪里？给我出来，给我杀！哦，处刑室，最后来的是你，我很高兴。少女，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不用了，记住我的名字会给您造成困扰的吧？反正我的名字也会有人记住的。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做。为了不明白的事情而夺取而取走别人的生命，你空明会痛苦吗？如果能感到高兴，那我根本就没有人性了。那个你竟然会说这种话，在被取走装置之前，你曾经是最好的实验成果，在军队里不知完美执行了多少任务。你是说那个所谓人类发展实验吗？现在已经不叫那个名字了，并且那现在也不是实验，而是每个人都在选择的生活方式。而不想要那种生活的人，除了来到这里，好像也别无选择。没关系，您只要扣下扳机就可以了。对您而言，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吧？是吗？这并不简单，并不轻而易举。我没有杀人的记忆，但也许我已经杀过许多人，然后无知无觉地用我杀了许多人的双手拥抱我的恋人。我杀了人之后，自己也不会记得住，不会再有任何人因此而受到伤害。就连我自己也会忘记，这就是我存在于此地的理由。哦，亏心了，是射自己吗？还射别人？真的是时间整个乱成一团嘞！这个时间线呢、啊？
简单来说，他就是强制去做某些事情，然后导致他的大脑受损，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一直遗忘。然后军队的人借此来利用他来杀人，那做杀人这种事，让他变成杀人机器。那他一直不断的一直遗忘，遗忘再遗忘。他只记得陆里这个那个，还有他以前的记忆，就从那之后之前的记忆都那他记得，但之后都全忘了。看这个游戏玩得好累，我觉得比较累应该是刚刚那个寻找那个把机器人关掉这一个吧。这边的话，你要一直不断的去思考，有点困难。不知道天台站了多久，我到底站在干什么？又来了，手上残留着血腥的气味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脸上还有被未曾被吹干的湿润。到底发生什么，让我觉得这样悲伤？他们像七年的流水淌过沙滩。而我什么也没记住，那胸中巨大悲痛一直在激荡嘶吼，很长时间没有消散。哦，所以他是，所以我们去天台的时候，那个的结局是他杀了少女之后的故事的事情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会有觉得鲜血的味道？他虽然说不要问，不会说，把他们都忘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原来那个天台的结局是这样子啊！他是直接跳给我们结局看的？问号。那我想到奇怪，那个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直接这样 ？OK， 那我们的次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这是一个有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的故事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